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食品饮料赛道好物分享，月销100,000，短视频运营全教程。食品赛道的话，也是一个非常火的这一个赛道，做短视频带货的话也是非常的好。快消品方面，大家看，学习的目标是学习短视频运营逻辑、账号搭建、掌握食品饮料的拍摄剪辑手法、开通橱窗、选品策略。大家看一下，实现短视频的独立运营，实现收入增加。讲的是非常的清楚，包括这个起号、选品、案例还有剪辑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看，这是百度网盘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讲的非常多，一共是40多节课，将近50节课。如果想要做这个食品饮料短视频带货的话，这套教程非常合适。大家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站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像这个食品饮料，或者是饮料赛道，或者是好物分享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